我欢迎收看本次《欢乐动物宠物主频》吗？我们现在在喊我的 BGM。这次的话是小伙伴提供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包裹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。有些地方已经开了呀。塞给我好多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什么吧。这是麦麸，这是隔热层，保温的用的，还有糖，这是什么呀？哪泥塑料？墨红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里也有一个，都是空的。我怀疑是不是里边是蜘蛛，然后卖家给他发货用的呀？然后一个纸镊子、纸巾。然后石膏，红色的，有好多土啊。哦，漏了，这是混凝土吗？剩下的都是试管了，我记得，聚酯试管全都是。先拿一块糖吃吧。金丝猴和大白兔尾，